你看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强强啊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惯犯？这学校就是你盗窃目标。什么惯犯？赶紧进来，进来啊！你不进来，更容易被老师发现。你到底从哪儿学的这些鸡鸣狗盗的办法？什么叫鸡鸣狗盗啊？这叫技术。谢谢。快点找。电脑找到了。哦，本子。你干嘛？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知不知道杨振宁先生为什么90岁了还能身体健康、头脑灵活？小声点儿，不知道。那是因为他专注于科研，从来都不多管闲事。您编谎话的能力真是张口就来啊！所以，希望夏同学这次之后呢，也能吸取教训，不要再多管闲事了。那我就先行告辞了，再见。哎，那有桌子，小心点啊，别摔着。加油，第一名。你干嘛呢你？快给我下来！